尼勒小姐，为了你，我后天马上动身去须弥。影小姐，明天我就要去须弥了，所以今日特意来和你道别的。是特意来和我道别吗？哼，那你还真是有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在出发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喝了这碗茶，来作为道别吧。好的，影小姐，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啊，好茶呀，这茶喝起……哎，怎么会……我这是在哪儿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发生了什么？阿乐，你醒了，我亲爱的旅行者。影小姐，哎，我怎么被绑起来了？我亲爱的旅行者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去须弥呢？你只能陪着我一个人啊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所有物。等等，尹小姐，你这是要……